近期投资表现不俗，大手物业更获市场垂青。市场两大投资老手近日放售一篮子物业，并只有意作出换货行动，故分别放售市场大批物业，合共市值逾百亿元，部分更是核心区商铺及商厦物业。由于放盘位置优越，即时成为市场焦点。虽然整体市场气氛仍受贸易战影响，后市仍属未知之数，唯亦可能对经济有一定压力，故两大投资老手于这段敏感时间推出逾百亿物业于市场放盘，对后市亦有启示作用。市场气氛转趋积极，当中大手投资市场相对活跃，除了商厦物业受追捧外，就连铺位亦是市场重点。加上两大老手过往所购入地铺或商厦都有一定潜力，部分租约更有不俗回报率，以致放盘吸引力大增。由于今次仅属首次推出放售，若反应理想，不排除再加码推出其他项目。有关放盘物业一经推出后，即时获多个财团垂青，反映有关物业备受市场关注，预期部分优质项目将可获市场投资者承接。一间大型测量师行董事指，市场同时出现两大投资老手放货，确属较为罕见现象，尤其有关物业合共市值逾百亿元，准买家亦相对审慎。近期大手投资表现理想，两大投资老手同时推出地铺、商厦以及地盘等物业放售，虽然表面上是有意换货，并继续投资合适物业，又或者是改变策略，为今次推出货额逾百亿元，加上贸易战令市况蒙上阴霾，相信对后市有一定影响。尤其是地铺日后成交价，了售价将直接对区内铺位市场有指标作用。